小吃塔台菜，谁啊？新屋有从草米台木老师被哇，我真的一个都记不起来，真的。请出题。心里在踢笑，难得有 solo 机会。我答案哦，切下来，声音最有特色，饼干，你今天完全无用武之地。老师，都是我害的，儿子，我错了。